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。 我们来看11月29号星期二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比较好的星座有双鱼座，跟朋友之间的互动呢能够提升我们的自己。好，牡羊座的朋友们呢能够很顺利的完成工作，而且这样的工作呢可以累积自己很棒的经验。摩羯座的朋友们哈，对于家中的大小事物都能够掌握全局。那么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呢，有射手座的朋友们，可能跟合作的伙伴之间呢需要多多注意对方有没有欺瞒我们的事情。巨蟹座的朋友们可能在交易往来上面呢会受到一些损失，需要多多的留意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蓝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白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咖啡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黑色。